姐姐，坐好了，我们去公园了。哦，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哎呀，什么情况啊，乔治？你会骑车吗？姐姐，我不会骑车呀，这里面有东西把我绊倒了。嗯，有东西绊倒了，那我们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哇，里面有一个跳跳糖哎，我们把它吃掉。哇，让我也来尝一尝。哇，太好吃了，酸酸甜甜的。姐姐，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路啊？我们好像走到了大鳄鱼的秘密基地，是吗？那这里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糖果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一个小黄红巧克力豆哎！小小的种，我们看看，哇，看看，我们先放在这儿，一会儿再吃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，又发现了一个金币巧克力。大的种子开大的，哇，金币巧克力耶！特别大。哇，还有什么呀？哇，还有一个小黄红巧克力耶！种子开特别大。哇，看看这么多的宝贝呀！哇塞，这么多好吃的，我们得快点吃了，要不然一会儿大鳄鱼回来就麻烦了。好了，快点吃了。哇，吃饱了，我们要去玩喽，走喽，去公园喽，记得给关注哟，拜拜。